下面的灯塔吗？感觉等下也可以去看看那边呢。好，用跑的。武士刀哦，武士刀我好像还没拿过。这个是什么啊？门在哪里啊？哦，这里这里。好，上去吧。哦，好恐怖！来了来了。这个是防护盾。我拿起来看看好了。食物资料。这可以，这也是，哦，没错，这也是。哎，这个地方不错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地方不错哎，我是不是要在这边，建造一下我的东西？但是有僵尸会重生的地方其实都不好，因为你的箱子很容易被打爆。最好的方式就是建在屋顶，但是这里屋顶不好上去。再考虑一下好了。这个那建材都不需要带着，狙击哎枪小枪好用，子弹多，这个先留掉，拿起来，OK，我想捡灯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灯还蛮有趣的，很想装装看，但是现在是白天，所以看不出来效果，OK，捡回来，好，我们下去吧。好。飞机到了，有东西吗？我在注意周边有没有僵尸。这火也太大，这感觉就坠机啊！哦，有僵尸在哪里？这，等一下，我用那个陷阱好了，我用陷阱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算了算了，直接开枪好了。safe mode，陷阱我把它摆在上面一点的地方。对，我知道建筑物内会生怪。但是我刚刚又发现那个防空洞上面屋顶也会生怪耶，因为刚刚有是从屋顶上面掉下来的僵尸，我就觉得屋顶也会生怪，有这回事。僵尸从飞机里面出来的吗？这没东西啊，而且这火靠近会减血，所以这飞机根本就是，没有意义的东西，除非可以熄火，有这种东西吗？我看到旁边有一个洞可以进去，但是都是火，没办法，好吧，我们去别的地方，我们去，啊，上面有个灯塔，我们去那边好了，怎么样？其他地方。好像都没东西。好，我们去上面那个灯塔。Go。子弹剩7颗。灯塔嘞？这边吗？灯塔被山挡住了，看不到，看不太到。爬山，爬山。这个游戏爬山是不会造成速度减慢的，完全不符合物理现象。再陡的山我都可以爬得上去。呜，这样子看好清楚哦，那边还有个房子哎，我待会可以过去那边对不对？
哇，这边根本就是一个超棒的地方！哎，到了到了到了。好远哦，原来那么远。我现在最想拿到的东西就是水，然后还有更大的背包。其实除此之外，就好像也还好。然后还要找到一个可以建造基地的地方。感觉这一次玩比较顺手欸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有把技能等级升高的关系，因为感觉蛮好杀的。这有一棵树特别不一样欸，三角树。僵尸声听到了，哪里？掉下来，掉下来不会死啊！我不要浪费子弹好了，一直就用打的。哎，可以哎，好，上去吧。感觉其实爬这个楼梯蛮危险的，直接摔下去的话，应该是直接爬。哦，哎，武士刀是这个吗？哎，又有枪哎，等一下，有枪在后面。我把 hammer 换成武士刀试试看。哎，哦，我拿过啦，武士刀我拿过啦，来吧。被打到了。呜，AK。等一下，这里的视野也太好了吧！而且他有副望远镜呢，在这边，根本就太赞啦！啊，我今天晚上就在这边。这边好了啦，怎么样？我先把东西整理一下。clothes 可以做什么？bandage，还有什么？看一下哦。wire 线可以做 barbie wire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做做看好了。这可以拿来放的吗？诶，可以诶。啊，这个就是像那种军事基地外面，这叫什么骏马吗？那这可以分解回来吗？啊，悲剧，不行呢。好吧，那我就不要用好了，把它丢在地上。望远镜先拿起来。我比较好奇，这里，欸，这是地图边界吗？我看一下那里，那里是什么？啊，这里我来过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次重生的时候就在那附近，然后那边的东西比较少，食物跟医疗品比较多，材料。啊，那什么？哦，什么跳下去更棒？跳下去会死啊！这里是我刚，那里是我刚来的地方，然后嘞？我要去哪里？我现在要去哪里？先把枪捡起来。望远镜应该是不会带着，建筑的东西都先不要留好了，不然很占空间。这个还有哪些建筑的？没了，其实只有一个。望远镜应该也不会带着，现在稍微看一下，等下就把它丢掉好了。我们去哪里嘞？那个城市好了，觉得那个城市。其中一间房间的屋顶应该是可以拿来当做基地用，听起来不错。好，AK 子弹是哪一种啊？看一下，762×39厘米。散弹拿下来，散弹用这个望远镜换。好，我们出发吧。我现在对下这个楼梯比较害怕，好恐怖，没跳好就直接 GG 了。吓死我！
我骨折了，糟糕！我要做一个这个吧，Sprite。我先把东西掉到地上，Sprite，没错，这个。哎，没错，哎，真的可以，哎，骨折解除了，呜，太棒了！我们刚刚是从这个方向来的，对不对？哦，我快渴死了，很快找水源。如果我可以拿到更大的包包，或者是等一下去做，找到那个藏身处的话，我们就盖基地，然后把箱子做出来。听说有一个 bug 是，因为箱子通常正常的箱子只有四格空间，然后像可以叠在一起的，像这个木条啊，都只能放一个进去，不能放全部。所以你等于说一格空间只能放一个单位的东西，然后好像有 bug，就是按丢掉，按 drop 这个 drop，它就会全部都放到箱子里面。所以如果可以做出箱子的话，是最棒。我从刚开始玩到现在已经过多久？40分钟，都还没有晚上欸，所以是一个小时白天，一个小时晚上哦。耶！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好希望很多人哦，可是伺服器只能连，不能连到全世界的。我不知道这个伺服器的设定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不然不可能那么少伺服器。哎，到了到了到了。准备，拿好枪准备，先把这个城镇所有的僵尸都，哎，我来过吗？这里我来过吗？我想起来了，OK，juice，juicy。不是 juicy 啊 ，juicy 是多汁的意思，juice。衣服，裤子，背包 travel pack，跟我的背包一样，所以不用拿了。警察局。M9 小枪，枪好多哦，太棒了！警棍，这什么？那个烟雾弹，这闪光弹，Flash。这车可以开吗？不行，哎，好多东西啊！
裤子，K 这个裤子好像比较保暖呢、欸。K 开头的这个裤子，我把这个裤子丢掉了。怎么丢嘞？算了，先不要管，先把所有脏事清掉再说。小枪丢掉好了。要晚上了，要晚上了，要晚上了。喝水，水水水，这是意大利面，水，果汁，喝一下。最先进来过了吗？没有，可乐，散弹枪，食物不用带那么多好了，散弹枪拿着，我去。这里哪里可以当基地啊？楼上看一下。哇，好多散弹的弹孔，枪，这里的枪真的好多哦。走路大声。这什么？烤箱、烤炉可以用吗？不行。刀子、枪，要晚上了，要晚上了。这间嘞，看一下。枪 ，OK， 差不多这样子吧。那基地要盖哪里呀、啊？有一个可以跳上屋顶的地方吗？我来绕一绕看一下好了。没有。如果旁边有什么垃圾桶之类的，就有可能可以跳到屋顶上。这个可以，这可以跳上去，可是不行，太高了。梯子啊，可以做梯子，对不对？有猪有猪好，我们现在来换一下裤子。先吃掉这个好了。好，换裤子。然后这个丢掉。梯子怎么做？忘记了。梯子，我现有的材料好像没有办法做梯，要木板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我先暂停一下，我去搜寻一下那个梯子要怎么做。梯子做出来的话，可能就可以直接爬到屋顶上。希望啦，其实我也没做过，我用猜的。turn 的梯子。木楼梯 ，boards 要八个，我看一下啊 ，stairs，ladder 才对 ，ladder 是要七个板子，两个胶卷，七个板子，两个胶卷，七个板子，两个胶卷。等一下我会忘记，我把视窗稍微改一下位置，好，这样子。
等一下哦，好，这样子，重新整理。盖在城市旁边拿东西方便，没错，我就是这样想的。好，进去吧。等一下，小心，小心！对，我忘记了，重庆会有僵尸。等一下，没打到，没打死，用砍的好了。啊！喝水。这不是水，是食物。哎，这个，哎，那个，意大利面也可以解渴。OK， 那我现在的饱食度是没有问题了，而且这里的餐厅跟那个 market 超多了，所以不需要担心。我觉得我先把僵尸全部解决掉好了，不然我在那边建筑很会觉得很恐怖。孩子 ，AK 的枪声不像啊，AK 的枪声不是这样吧？还有哪里有？来，僵尸全部出来！真砍到了，武士刀好用，呼呼呼呼呼。补血，再补一次。哎，这个是啊，普通的背包，普通背包。打不死啊！好暗，你们看得到吗？超暗的。楼上有。巡逻一下，顺便收集一点材料。OK， 好，我们在楼上那边做一下梯子好了。我说稍微合成一下，七个木板。OK， 木板来吧，够吗？我不知道建材够不够。OK， 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够的。又拉一下。欸、真的，七个，够哎 ，later， 我们来做 later 吧 ，later 在这里 ，wooden later，yes， 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空间不够，先把这吃掉好了，好，成功了，这个是一次盖到底，哦，有这种东西，等一下，这是连一个平台都盖出来耶。等一下，我看错吗？大家看得到吗？我还是到外面好了，看哪里可以建。它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怎么会有这种形状的？好神奇！我以为只是普通的梯子哎，这可以放在哪里啊？请问一下，我搞不太懂哎。要建一个底那个嘛底座吗？啊，去金鱼那边僵尸很强，开车去撞僵尸。我现在超惊，整个超惊讶，原来梯子建出来是长这样。我会找一下水来喝。好，我们这个，我刚是想盖哪里啊？我刚是想盖在平面的屋顶，那里有平面的屋顶。僵尸来了！
平面的屋顶哪一间才有平面屋顶啊？这间吗？这间可以耶。好，然后嘞，我怎么把这个盖上去？不能盖啊，这怎么用啦？这个是要一个底座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啊，木楼梯，还是我们做木楼梯来试试看。好，我们做木楼梯一下。木楼梯跟木梯子不太一样，木楼梯需要八个 board 应该不够哎，还有什么？还差4个木条，我们去搜寻一下物资好了。消防队这边，应该有一些木板吧？刚刚拿过了吗？刚搜寻过了吗？这还有这个，哦，好多哦。不知不觉就玩了快1个小时了。我们在，有35个，够了，我们来做一下。8、20、8、20。我看一下哦，你做做看好了，不知道够不够，总共要啊，按错了，可我浪费了，我做这2个干嘛 ？Stick，我按太快了，糟糕。Sticks 这个是陷阱，board。Wooden post 是什么？Wooden 还有木门可以做不行，我 board 也做不出来了，还差2个 board。我这集先玩到这边好了。我待会，因为现在晚上也不好行动，我待会那个稍微收集一下资料，快白天的时候再玩。我等下关台之后，大概过个半小时，我顺便查一下资料，然后我再开台，再稍微玩一下。好，差不多快1个小时做一个段落好了。好，关台喽。